怎么这么黑，这么安静？谢桑姐还没回来哦。不知道，进去等吧。太黑了，开个灯。啊，哎呦呀！我的小心脏，这么逼真是要吓死谁啊？干嘛？你有觉得我没用啊？没有要骂你啊，你有病哦！我只是不甘心啦，一样都是扮女鬼，我的妆输惨了。真的吗？可是说起来，那个女鬼是谁啊？我管她是谁，反正不是整我们就好。真的吗？可是雪桑姐他们都没回来，我觉得好奇怪。该不会我们其实也是雪桑姐的目标？哎，赞啦，这样就有趣了。如果雪桑姐敢玩我们，那我们就陪他们好好玩啊。哈？哈什么哈？赶快去找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啊。哇，太猛了！这个要给郑林恩看看。哎哎，郑林恩，你看这个。嗯，学长没事网购这么大一箱驱邪用品做啥？有病你！其实里面好像有一箱是我的。哈？哎呦，阿秋之前学长说叫我给他一点钱，他来负责我们两个那天营队的安全啊。我以为是要安太岁，结果是这些东西。傻眼。哎呦，反正买了都买了，不然我们来布置一下。也行，反正他们扮鬼，我们驱邪。等一下要是鬼精来了，我们就反过来吓吓他。
嘿嘿，好，布置完毕。不错哦。可怜的文耀，应该快被吓死了吧？如果可以救你就好了，不过这样会打坏计划呀。阿全，你在哪里？我警告你，你敢吓我就试试看。再不去找他，就要生气了吧？找死哦！不是警告过你了？这么凶，连鬼都要怕你了。对，我就凶，怎样？我也是担心你啊，结果你看起来完全不怕，我想要展现一下男子气概都不行。切，少来这种老派的说法。啊，不过这雾还真刚好，直播气氛应该会很不错。嗯，就像鬼真的出来了一样。学姐应该很高兴吧，事情完全照着她的计划走。她开心就好，要是真的可以因为她多点报名人数就好了。奇怪，都过这么久，其他人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刚刚文耀叫的超大声，你有听到吗？我有听到，超惨的，等一下都不知道要安慰他还是笑他了。不过其他人呢？学姐呢？啊，还在直播，应该是追着文耀过去了。然后刚刚林恩打给我说，大天被笑到快晕倒了，所以他先带他回宿舍了。宿舍？学伴不是更近吗？唉，算了算了，回去找他们吧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大天怎么跑这么快？不是说不舒服吗？可能想到我们吧。两个小大一是不是被文耀带坏了？大一嘛，能玩的时候就尽量玩也好。开门，像这样啊，门也不会自己开的啦。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？
要先去上一关找郑灵恩拿题目才能来解谜啦。以上是关主李天明的贴心提醒，祝游戏愉快。人呢？嗯，锁起来了。奇怪了，他们锁门做什么？来玩来玩来玩，呜呜，哈哈搞什么？像在玩密室逃脱一样，也蛮有趣的，就陪他们玩一玩吧。线索提示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我老了，这种惊喜我一点都不喜欢。你的话应该跟年纪没关系吧？你欠揍是不是？虽然还在放寒假，但以前这时间有这么空吗？哦，对啊。
该回报厂商维修了。出来吧，别再玩了。哇，真是的，受不了他们。他们可能藏在哪里，想要吓我们吧。啊，不然我们找一找每间房间。不要，太浪费时间了，直接打给他们。不是我。哎呦，你先关掉，关不掉就强制关机。